哇！即係喺度幫到 Burberry 我就講過啦，喺英國足球流民以前就好中意著嘅品牌，以前唔係走咩高檔路線，去到千禧年代想撇甩嗰只足球流民味道咧，撇甩嗰啲爛仔嘅味道咧嚇，咁啊就先走高檔路線，即係Burberry 今天讲的话题呢就是讲Burberry 有一个展览啦，有个 show 啦，就是在 Landmark 置地广场那里举行啦。咁见到姜涛AK 同埋 AL 呢就是做 model 啦，咁然后就展示佢哋 Burberry 嘅产品啦。